今朝新聞有影住全程，亦都有解釋攞雪糕筒係自衛。如果要扮啊，起碼著黑衫戴口罩，基本裝扮啦。黃絲又老作，翻工翻到咁驚險，真係等啲警察辛苦。阿 Sir 加油！而家有啲香港人天天都喺度自欺欺人，黑白不分。身為香港市民，一定要支持警方嚴正執法，維護社會安定啊！有一班人製造假新聞，不分是非，好討厭啊！打人仲要扭曲事實，可恥。